Four Mondale Wayman 全新登场。想拥有驾驭乐趣，也觊觎宽敞的车室空间，那全新的 Ford Mondale Wagon 是极具吸引力的车款之一。台湾福特六合抢在台北车展前公布预接单价，先来看看这辆拥有欧洲血统且外形充满大气氛围的旗舰跑旅吧。 Ford Mondale Wagon 呢有五个主要的产品特色，分别是强悍的动气能表现、尊爵的座舱设计、极致安全防护、顶级的智慧配备，还有丰富的机能空间。Ford Mondale Wagon 呢，它在设计上面呢，外形设计还是延续了 Ford Connected 2.0 以来的一个设计这个美学，所以它整个外形设计呢非常大气沉稳，而且在车身的流线的线条中呢，可以感觉到非常很多细腻的一个设计。它车轴距有2850mm， 在整个空间上面事实上是有相当大的优势。双前座的十项电动调整的豪华皮椅，还有加热功能，全景式的一个天窗，所以高强度的车身通过了 Euro NCAP 五颗星的一个评价，还有许多主动式安全配备哦。它搭载的 EcoBoost 240的强劲的涡轮增压汽油引擎，能够发挥出240匹的马力，以及35.2公斤米的扭力。好，再来是它的尾门是从电动起闭的可调式尾门。它后行李箱空间达到500升。据了解啊， Mondale Wagon 首批只有20辆，要抢真的要快啊。除了新车亮相外，台北车展福特也会展出各式车款，并运用 AR 扩真实境与 VR 虚拟实境科技，让民众真实体验智能驾驭。